有 W 就上去顶，打他一定要打凶一点，就是不吃刀也要去顶出去了一下，不吃刀我要顶。哎，我至今为止我没中他 Q 哎，还不错，要骗个 W 看能不能骗出，他就一直 A 你，不要打他，不要上去想着上去打他，骗个 Q。哎，你看，哼，他残血的时候一定利用那个兵来蹭我。啊，不吃了，不吃，不吃，哎，你 A 嘛，摸他一下，没关系，让他打。没带电刑吗？没带电刑就行，三级我都觉得可以要他命了，你们信不信？将他们冲散。A， 眩晕，跟着 A。哎呦我操！哎我操！没人吧？没人，他死了。哎呦，差一点。打他还是先买药，打这种远程的先买药，然后主 Q， 不要去主 W， 打近战可以主 W， 真的打近战，某些近战你可以主 W， 像打这种英雄啊，你 Q 最好学三级，然后主 W， 爆一下，爆一下，这里直接上去打，直接上去打，不要问为什么，直接 A， 火蓝来了，哎我操，还是让他飞出去，那里有眼的不用去，让火蓝看能耗他一下，耗不了就不要去看了，好好补刀，哎这里我操，赶紧去。赶紧去，再二连，眩晕果然 Q， 漂亮。那这个只要，二连，好，这里再帮一下，来打，没怕谁呢？先开 E， 眩晕。Q W 顶，漂亮，又拿个头，舒服。然后主 W 了，三级 Q 主 W。你看我们绕过来，他跑不了了呀，对不对？至少死一个呀。打起来，先不着急，顶。哎我操，那杀这个，杀这个一样。我来顶。这就是牛头，两个都杀。我中路亏一波线没关系，这一波帮到下路大忙了。讲真的，还有闪现，不用二连，现在二连。我完了，看他能不能追，我不能去了。二连走，不要去抢，这个很危险的。哎，你不要动我的嘛！哎呀，他不是啊，哥们儿，我说实话，这么多人头了就行了嘛，你把我牛头当畜生啊啊！你是说你还要来打我？顶，你上去追，开大招，先开大招，没关系，死会死的，放心吧。你抓我，你打得动我吗？你抓我。就这个大招，我让你打，你打二十秒你也打不死我呀！走开点去啊！你不早说你有大招，不走吗？眩晕，哼，好，你仗着自己有一技能真的死不了是吧？打这个快包一下。眩晕，想真的想要个头啊！我靠，我八个助攻了，哎，留住他，再来个二连，我想要个头啊！顶过去，你拉我干什么呀？我有大招可以解的呀！他拉错了吗？炮车给我！哎呀，我全助攻，我打蛇皮，我，严重。先把他顶开，你打不动我，打不动我。哎呦我操！留个大招不要紧，顶他一下，这个应该死了。还有个寡妇呢。哎，沙米拉我养出来的啊，别说话，我养出来的。
你干什么呀？开大招，人头！嗨，哇，再这样下去我不玩了啊，挂机了啊！我来了就不一样。我追这个，我追这个，有人守了，他顶不出去，我操！这个人头别跟我抢啊！别跟我抢，我跟随机。差点又让他抢了。你看这个阵容，我们杀米拉他不舒服、哦、啊！你换个才，你换个不会玩杀米拉的。你看他夸谁呢？他不夸辅助，不夸打野，他就夸我，看见没有？哼，你也很棒。我就不抢了，他都夸我了，我就不抢。来，哎。大家没有点关注的点一下关注，没有点赞的点一下赞，这里给大家磕三个响头了，砸一下，眩晕一下，再顶一下，哈哈。这控的人控的受不了。哎，哎呦，我操！哦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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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算了，不去了。啊，对不起。啊！救我，亚索！救我呀！哦，好好，回家了。有有有！二连，连住，都别想跑。二连，别想跑，顶过去，砸起来！我给你们送东西来了，快接住，砸一下！开大招！眩晕砸起来，再把他顶过去，黏住，开 E， 他拉谁呢？怎么不拉了？哦，快顶这个走了！哦，帅，这个盾，天哪！哦，这个盾，再来个盾，再来个盾！这盾玩的可以。大家没有点关注的点一下关注，没有点赞的点一下赞，这里给大家磕三个响头了。